有数的泪光也只好、啊、这个我为爱而游的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，我为爱而游，你那个爱的时候就不要太想把那个发出来、啊、因为会影响你的拍子，你就把它顺过来，我为爱而游数的泪光。好的，非常好，非常再稳一点就好了。好，就这个意思。想和你走在雨中，想要你牵我的手，傻傻的你不敢说爱。这个走和牵是往上甩了一下。好的，傻傻的你不敢说爱，傻傻的你不敢说爱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那个一定要发出来。我发现 你很喜欢发那个声母、韵母，你都不是特别在意，韵母也要在意一点哈。好，你一啊。怎么不回来？怎么不回来？此鸟呼唤。就这一块，你的表情，你的内心表情，头是要甩出去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不要松开，不要往前撑的，你是不对的。你的唱的，你就是松开，你得是这样子的，你懂？你人的那个情绪是得往外甩的，要不然就会变成松开，就一下就那个波形就直接这样掉下来了。对对，你的情绪得甩出去哈。从头再来一次哈。我一路啊，你这个窝就不对，就是我们比如说，怎么说？你比如我们在录音的时候，比如说那个窝，你录了那么长对吧？但其实它应该是那么长的。我一，你把整个字放慢点唱，你别急。对对，你不要急，姐，我一路，就你老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放慢点，放慢点，来。你抱着小猫咪，蓝眼睛不再犹豫。哦，好，你这首歌唱得非常好，特别好。对，如果你演出的时候可以唱成这样，我觉得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问题不大。没事，你先休息，你可以了。好，谢了。对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更多精彩尽在浙江卫视《中国好声音》。